好，在这一个3.2，我们都是在讲这 resistance 嘛，所以刚才我们就有看到 series 跟 parallel resistance 讲酸哦，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，它会讲 factor that affect the resistance of a wire，是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一个 wire 的 resistance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wire 的 resistance 呢，其实它是有四个，OK，然后这四个呢，我们课本有明显的写的，就只有写了三个，OK。那三个是，不是哦，在这边，factor that as，so 它的，在这一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那个length of the wire，OK，so 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还有它的 cross sectional area of the wire，还有那个它的 resistivity of the wire，OK。在课本这边，我们有这三个，然后可是呢，其实它还有第四个，第四个是什么呢？就是 temperature。然后 temperature 这一个，其实在刚才的前面的那个部分的时候，3.2一开始的那个 ohmic 跟 non-ohmic 的下面那边，其实有讲到 temperature 会影响到它的 resistance。可是在这一边呢，它 factor 呢，以前旧的课本是有专门写到，其中一个是它的那个。那个东西啦，然后可是，在新的课本里面它是没有这样写，然后你再看你的课本那边的 experiment 3.2、3.3、3.4，然后我就不在这边写了，我只是拿它的 result 出来，在3.2这一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I 那个它的长度跟 resistance 是成正比例的，就是说当我的那一个 L 增加的时候，我的 resistance 会增加。它的那个线越长的时候，它的 resistance 就越长，wire 越长，它的 resistance 越长。然后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，this shows that the resistance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length of the wire。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条件。然后第二个条件呢，在这3.2这一边呢，它就讲它的 R 跟 A 的关系，就是说当我的那个 cross-sectional area，OK，它的 cross-sectional area 增加的时候，它的 resistance 就减少，OK，你就想象一下啦，如果我有一个坝，小小的坝，那个水要过就很难过嘛，然后我的那个坝是很宽的，那个水要过就容易过嘛，OK，所以那个马路，你的那个马路是窄窄的，你的车要过就很难过嘛，然后阻力就很大嘛，然后你的车是3条链、4条链的，你怎样过都可以，这样车就很顺嘛，它 resistance 就很小嘛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是 R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A，然后所以在这一边如果我是 RA 的那一个 graph 的时候，它是这样了，然后 R 跟 upper A 的时候它是直线，OK。所以它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upper A，OK，或者是它叫做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A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们在 Form Five Chapter E 的那一个时候，我们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学到的是，如果我的 R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L，然后我的 R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A，然后我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我的 R 它会是proportional to L per A，然后我这一个relation 那边我的 directly 这个打叉我可以变成等于 constant，然后我的这个 constant 呢是 rho L per A，然后它这个 rho 呢是它的那个这个 resistivity of the wire，OK，这个 rho 是 resistivity of the wire，然后不同的那一个东西会有不同的 resistivity，然后什么啊？我的 physics 老师，中学教我 physics 的老师，他就教我了我这一句话来背这一个，OK，关下，OK，他就教了我这一句话来背这个很容易的，他就讲回家的路，OK，你现在从 JB 要回你的家了吗？回 KL 吗？回家的路要怎样呢？要短短啊，不用跳这么远嘛，对不对？宽宽，OK，
就 area 就大咯。然后那个什么highway 好的路就是 conductor 这样，OK。然后还要怎样呢？还要量量，OK。回家的路要短短宽宽两两，然后而且是 highway 路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当你的那个 length of wire 短的时候，它 resistance 会是小的；当它的 cross sectional area 是大的时候，它 resistance 是小的；当它的 temperature 低的时候，它是小的。然后还有特定的几种材料你要去记，那几种的 resistance 是属于小的，OK。就通常我们用的那种 copper 啊、银啊、金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导电的嘛，然后它的 resistance 都是小的，这样那个就是 highway 啦，OK，金啊、银啊这样，OK，所以这一个是搬家教我的，OK。